间的啊，你看，那个有爆炸就可以。就是你那时候只是靠近墙拍他脸子就爆掉那个啊。耶，满意的雷电壳，非常满意。我很满意。我很满意。钢铁人。要撞几次？哇，飞那么远！翻倒了，暴锤龙翻倒了，哎，好快啊！睡着了吧？睡着了。哦，手拉掉了。哦，你看这个边的尾巴，会发亮的草。黄眼叫，跑了，跑了，哦哟，哦，赞哦！我想说你们说跑了，我就只能射出去了。钢龙骨，真的满意的，满意的雷电壳，壳，我不满意。那我帮你的追吹，导虫强化。但是可以集成哦，有猫在。睡着啦，完了，我滚！我直接撞哦。嗯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？我也是。啊，我以为会撞猫那边啊！啊，那个猫是一般的猫啊，一定要骑乘的那。所以我才跟奈斯讲说有猫在可以骑。快点哦，离十二点只剩下28分钟喽，你要骑吗？就现在哦。哎、呀，骑上去的时候，哎呀，臭狗。满意，宝宝。
令人不满意的钢龙族。哦，起了。好强哦！空暴龙来了。然后又被弄下来。那是直接被挤下来。他每次骑乘都直接被用下来。白痴哦、喔，尾巴那么大会射歪。他可以抓啊。好。哦，那次直接用语言沟通了。哒哒哒哒。真棒，就在隔壁耶。直接进，走进来。哦，满意的雷电壳好少哦，这才打没几颗。你库存几啊？我库存零啊。啊，这场才拿到九个，加报酬给的两个，十一个。嗯。是要用什么？要用那个、啊，我要囤了很多在这里。我也囤很多啊。升级旋风蛙歌手，我忘记啊，那个好像是镶嵌槽，攻击力属性，好像是太刀要用的，忘记是哪一把太刀。还有什么太刀？现在趋势不就三天跟金火？我要做一把呢、那個、啊！想到了金丝太刀吧，好像。哦，金丝太刀不是好看而已吗？强吗？我不知道强不强啊，想做一把起来、啊。嗯，我有做啦。我也觉得它外观好看。哎呀、啊，好看是真的啊，强不强是另外一回事，玩到时候试一下就知道。我可能要绑将跟阎王三件套吧。还有。缺什么吗？嗯，钱。嗯、除了那个以外呢？没了。没了。我好少哦，我的灭金龙有53头，怎么那么多？啊，麒麟我应该也缺，缺好了，一般的麒麟。麒麟带斩斧好像不太好。麒麟真的很酷。我们去听现场的。睡着了，睡了。哎，麒麟直接睡着，哎，是快死啊！这边撞不到吧？麒麟会睡觉、哦，所有龙都会睡觉。我将军要来吗？我要吹了、哦。
我正在赶路。我爆了，他感觉快醒了。哇哦！我直接被电下来。对啊。来了。给我龙骨之外的东西吧，我也跑了，大哥。有石头吗？石头也可以啊，捡得到的话，最好是给我了。没勾到啊！可恶！哇，我正想勾，结果被后面人撞。抱歉。又是龙骨，你除了龙骨还有什么？苍毛、苍角。冻爽喂，冻爽。还没。结果他旁边那头草是被他压住了。什么草？他这边有一坨。嗯，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好像被压扁嘞。对啊。他出来了。真的哎。这个。被压哎。怎么出来了？哇，还可以这样子哦。那个是只有，好像只有龙才会压到。你靠过去也会动哎。啊，哎呦。龙面积太大了，压下去有看到了。我觉得突然发现，哎呀，猎人新发现，哎呦，他干嘛？中洞？哎，没有哎、欸。哦。耶，打嘞！怎么了？打嘞！被队友救的意思吗？哦，有了，中间的长角一个。哦，你这是要长角是不是？欸、我要长角，我不要钢龙。红豹子进来了。不知道我做什么需要，可是我需要长角。倒，勾他，我来，室友，打你脸，给我睡，掉，哎、欸，不要靠近我，先抽筋路跳，对啊，他干嘛洗澡？水里的样子好奇怪啊。八个东西，那一只还在玩那个草。一只用过。嗯嗯 ，Hello， 阿林。阿林。啊！叫太亲密被撞。听起来像在叫乐基了。
拜托不要。看一下我缺什么，延长加护，哎，攻击力小，攻击力 up 小，啊，算了算了，全状态异常了，可撞。你觉得我可以塞一颗拔刀欸？算了，没有动，我想太多了，对不起。因为我每次都是收武器，然后往前挥那一棒而已。啊，这样这样往前挥一棒，一棒一棒再一棒，一棒棒一击棒，哎呦！一锤又一锤，我老套啦，骑上去耶。哪里啦？死在半路，死在半道上了，死在半道上。啊，怎么那么多骨头啊？多吃点肉啊，多长点脚啊。对啊，军马旅步数的脚，尸骨慢。哎，完了。免费的兵咒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来补。再补再说。我刚刚不是杰洛特，你怎么没提醒我啊？
回来了。我刚不是杰洛特，你没提醒我。大波导。看 HTT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刚刚不是星星，你没提醒我。我怎么知道你要不要用星星呢、啊？哎，就是要让你看我是不是有调正确嘛。我这么用心良苦的调颜色，好，加油！不吹了，不吹了，我要卡着。心结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现在是跟嗯，啊，回来了，狼呢？不然你要打。啊，他飞起来，倒了。谁倒了？冰州龙啊。两只都倒了。可以。可以。再给这种。啊。对，抱歉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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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我也很抱歉。有撞到，我突然想到，你放爆筒的那个什么奶头发芽，是不是什么闪电火焰啊？对啊，对啊。想说，我从刚刚一直在打，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哎。想太久了吧？哇，我想说奇怪，我记得奶头发芽好像听过。我是那时候在那个看什么？地下城邂逅是否搞错了什么？那个为什么会有奶头发芽？就是那个、啊、男主角的那个魔法技能啊。哦，那个我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聊天室就每个都在打奶头发芽，想说我记得我看过啊。他竟然为什么是这个？他的其实我是这样念的，是的啊。我不知道。我。他就打个、啊、米诺陶斯那一段啊，我知道他打什么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啊，完了，我没有撞，我在软点而已。他应该不能撞吧？他只是打一块走而已。有啊，可是他刚流口水。
流口水不是不能撞吗？飞之前流口水可以啊。哦。那时候是因为流口水红眼。哦。奈托玛雅。耐力少了一个。好。哎，我刚刚也是水。他是否有跑的有点腻？直接飞回家了。后路他就跟着我下来，我吹到哪里了？突然看到他，看了一下就吓到。哎呀，这很容易不小心掉下来。惨了，抱歉抱歉，怎么了？我以为还能再拍到墙，没事没事。那想说要不要让他摔下去？你看又犹豫了，犹豫就会，想睡觉就会发芽。没有，他怎么突然？睡是要让他下去，还是要让他撞墙？转身呢？对啊，我没有。你要让他下去，让他撞墙。他的头。啊，所以我是白色的吧？哦，你现在是星星吗？哎呀，你是白色的。你抓个羊。先还我一只。走哎，棒哦！买一送，还可以再撞。啊！你把脸给我，你把你的脸给我，哥！哎呀，他倒了。好像应该起来就不能撞了。对啊。没事，估计就是这样子。我试试看。哎、欸！他怎么那么听话啊？今天的是不是也是打的蛮好的？又是一堆，哎呀，不逃的吗？可是又没有一颗大连麦一啊，一刀刀打是没问题，但是没事，要打很久。哎、欸，还可以撞哎、欸，他还没，他跑了。我看是红的哦，攻、oh, ！一堆菜市场大妈看到这个特价品，攻、这个哦！你说怎样不做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如果他快要可以捕，他可以捕捉，就是放陷阱，然后就，对啊，然后或者是那个小地图上会有那个，哦，不是，没事，我刚以为、欸，可是我要炫耀了，没关系啊，我有54个，要炫耀什么？哦，我有徒弟，这样吗？啊啊！你要炫耀什么？奈托发芽。最后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想说我要炫耀，我花了大概四个大灵脉。你有四个大灵脉玉？挖到，捡到吧？刚才那一大桶捡到。要没朋友了哎、欸，好可怜哦。友谊，有劲！我吹到哪里啊？气死！哎呦，
这里，然后在这个，再是这个，再是这个，再是这个，可以看到那株草一直被压扁。够了啦，这边墙够多了，喷喷喷喷啥小？啊？太好了，同类同类，上马同类，揍他！往他里、欸、往，扒开他的嘴巴，往里面喷一口。哎、欸，结束了是不是？啊，他不落冰吗？骗人！对他跑了。我体力又少一格了，不好意思，感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小心各位，小心各位。可以撞。看不到，刚刚喷哪不讲理。两次快过期是不是？过期好多天了。啊，这个没过期，可是买的时候没有注意看它、啊、下面五盒的。啊，我那根怎么又不见了？这个是六月二号呢，不是二月六号呢。嗯，可是你注意看。好好看啊。好了。我们不能吃。好了，过期不倒了就可以喝，这个可以。没有掉落物了。保存期限300天。白痴哦，这是制造日期啦。那个是制造日期啦。抱歉，因为。刚突然拿了一个金沙过来，说过期了。过期了。然后，而且重点是金沙本来就不是拿来吃的啊。啊？金沙？啊、怎么了吗？金沙不来。是拿来纪念用的啊。好、啊。啊。好哦。没有，因为对一个吃货这样讲。不是不是，而且金沙。是所有巧克力里面有虫的几率最高的巧克力耶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没差啊，我还是吃啊。对啊，我也还是吃啊，所以我就说金沙是拿来棒的巧克力，不是拿来吃的、啊，但我还是会拿来吃啊。所以那，所以我那时候送给那个别人的时候，他不要我就拿来吃了。啊，还没爆桶，刚爆过。没石头，那我来砸了。嗯，好。你很，他刚好撞在炸你，我中了。对啊，下次就知道了。OK。对啊。哇、啊！你躺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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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躺好。我躺着，我躺着，我躺着。我让你舒服。好。一下。啊 ，nice。他已经枯竭了。哇塞！哇塞！一次力竭，感谢你的，感谢你的，感谢你的粉尘。哦，
你在最后两趴的时候办到了不可能办到的事情，就是拿到大龄鳗鱼。我已经拿到两颗了。你是刚刚捡到两颗哦？对啊。哦，那还好，叫屁哦。哎，你看那个人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。叮，是预言石啊。没事。等下就要绕跑了，还一直挖到。我听到叮了。不是我啊。Nice 啊，那个叮有点远呢、欸。你们都这样跑的。我没有挖到。他们两个都这样。你们两个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打个 apple， 全部都是大龄鳗鱼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反正不去也没人，回去。木东归来，我去收台。好。好啦，感谢今晚的收看啦！啊，如果哪天我反正下午没开台，就是我太累去睡觉了，或是在剪片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在忙。那如果晚上七点没有开台，表示我应该是睡死了，累死了，这样子累垮了。嘿，就这样子啦！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！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设定姿势，强力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干阿杯在哦。